恭喜，早生贵子！我给你们倒板，我拿胡歌怎么样？行，来来，萧郎好酒量啊！来来来，敬您，来来来，恭喜。 蛐蛐，你怎么穿女人的衣服？我不叫蛐蛐，我叫丹衣。改名了？我只不过是飞升回到了水云天。现在，长恒仙君，你也该回去了。仙君，我萧润，陆城是我家，你喝多了还是我喝多了？我回哪儿去啊？你叫长恒，我是水云天的战神。别逗了，蛐蛐，还战神？ 我连你都打不过，算哪门子战神啊？<笑>我不是曲水，什么萧家二郎，什么东方员外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假的？都是假的。兰花娘子也是假的，小兰花根本就不会嫁给你，东方青苍也没打算娶谢婉清，这场婚礼也本来都是假的。 是三界之尊，第一强者吗？所以你一定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东方青苍，求求你醒过来好不好？只要你能醒过来，你以后不管怎么凶我。 你可不可？我去给你弄点水。你已经没事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的血竟然可以起死回生。说来也奇怪，为何我的血会有此奇效？你还有心思想这些？以后不许去血救人，包括本座也不行，听见没有？<笑>
伤得这么重，你还有力气生气？我是自己愿意这么做的，一点也不疼，真的。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不是一直想回家吗？反正也回不去了呀。 你救了我，才是真的回不去。到底为什么？先不说这个了，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。 你买这石锁适合用意。身上有所不知，民间相传，两个心意相通之人，在同心锁上亲手刻上对方的名字，并在山月节当晚，山月相合之时，将同心锁挂到相思桥上，两人便能如何？便能生生相随，世世相伴。 说法呀，牵强附会，只不过是一些没有根据的流言传说罢了。这哪里牵强附会，多美好！这种骗小孩子的节日，本座是不会感兴趣的。我也不感兴趣。原来这山月节就是苍原海千年一次的情人爱侣佳节。我自幼在海市长大，竟然都不知道我们月族还有这种节日，差点就错过了。 商榷哥哥，山月节当天你可有空？不知尊上当日是否有事吩咐？尊上山月节当天把商榷借给我吧。准了。谢尊上。谢尊上。 去逛逛。哎，你看那些商人，一点生意头脑都没有，全都挤成一团卖锁，能卖出什么花来？到时候咱俩要这个摊子，专门卖锋利好用的刻刀。啊？什么呀？你想啊。 山月节当天，几乎全苍原海的有情人都会来，这么多人，全都是咱们的潜在买主。到时候，胭脂水粉和钗款首饰也进一些，高价售出。在这么浪漫的氛围里，男子为女子花起钱来最为痛快。到时候你就负责接货跑腿，我就负责揽客吆喝，肯定能大赚一笔，要发财了！原来你。 不是要跟我一起赏月？你发什么疯啊？放着这么大单生意不做，跑去赏月啊？哎呀，放心啦，我吃肉你就能喝汤。你要是来帮我的话，我就分一成利给你。怎么嫌少啊？那加半成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两成。 两成你还嫌少啊？冲回笼。老板，哎，买锁，客官，把你最好看的锁都摆出来，都在这儿呢，您挑一个。
好漂亮，真好看。哇，客官，买锁吗？要什么样子的？小点声。啊？样子不重要，最结实、最不容易坏的就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越结实越好。行，要这个吧？哦，不不不。要这两个。好嘞。一块儿试。你慢走啊。